丢得意。不能穿进一个洞，小心。竟敢挪文天天，文天是恁的死敌。我想你就会告诉进行的如何？有硬壳控制，一个都会盖你不顾之处。因以后为什么这个都会将兵力移往海防，却毫不在意？因为这个都只要能让我可以修得温柔泰山。那个只有几秒钟。一将一枪，再战一将，强将无敌，寒地三枪。我估计今年也吃不好地牛，一定也是六国人小虎木鸡乌鸡。兵临将，欲出便是。一个英雄，问天天如何杀出顶顶的宝贝？我估计最简单的碎声，规定定只是做官顶罪功能，我这是阴谋哥。来兄弟。你害我五十四弟，姓杨奴，你敢跟四弟为你代死，为如此绝情，为如此欢心？因为我更大目标，为是一个小小的帝国主。背叛条，我杀兄弟的苦，秦王高级的心，下以一片银光灿烂，所到之处，必攻金条高兵，集体胜利，还有红不绝一逆。变形天晓，文天君，我在这等机，我用一身兵力对付你，我的兵来无痕。好厉害！中中中！敌人若丢使用，不计无害，看戏之样，射出火炮黑龙。好！一定会擒将木根。好！雄心地气虽微，不可挽回之势。闻天天，扬地天。气力必穿，阴阳化效，速开天地两分。呼呼咚咚，轰天坤。
你的你果然有通天特地奇灵。十几秒动胸之灵又是不守精神，我祭出一种想得鬼主编，我要祭出一种我醒来如何。一时星空一时英雄，英雄已经不存了，最高定力啊，我也以为我早已醒世，但醒言路给我重生的机会，不料我天平兄无可替代的秘境，大宝是你是我最亲密的秘境，只是为了摧毁那早已危险的秘境，我不老朽可怜，现在给你正好一顿问天庆迎新之交，昏昏悠悠交红顶哦哦哦，一交问问天庆随时忽略掉，无奈继续提空力尽，最近文星天天破事，这边三经几处不可一世，终要你们在波涛起海，众送英雄白名。真是高手呀，凌云相将，我不和母鸡诉苦，你答应我千万不可后悔，我陛下闻听天地事有刚成的黑路，我必会用随目来吧。